面的这个，我觉得它穿起来很可爱。然后它这样，我穿的是这个，有点那种青苹果绿的颜色，然后黄色、橘色、粉色，然后蓝，有点粉蓝的颜色，然后跟基本的黑白颜色。然后这一款穿到 XL 是没问题的，它的那个胸宽其实做的还蛮宽版，这边做宽版，然后它是素面的。虽然这个如果你是搭那种宽裤，推荐这种裤子，就是下面比较有刷破感的话，其实也 OK。然后像我是直接搭在那个吊带裤里面，就是也可以，因为它的重点就是它的袖子，它的袖子是这样蓬蓬的。然后有点飞鼠袖感觉，然后大落肩啊，蓬蓬的袖子，然后它袖口这边它做这种弹性松紧带，那这里是完全不会紧的，蛮舒服的，穿起来。嗯